一个出来的是，我的本命。Hello， 有多人又为你干？距离我上一次发影片好像已经过去了快要一个月了，就是没有影片在发，然后最近也在剪一些别的视频，就没有时间来更新。为了赶上我的更新进度，防弹在7月2号的时候就发布了一个专辑，是日专，然后我就想录一支 reaction， 我自己的 reaction， 因为我没有录过，我看到很多粉丝录，我就觉得好像还挺有意思的。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在学校，所以我就在想，要不我再憋个一周，我回家了之后再录。但是我觉得是个人你都忍不住，所以他们这个 MV 我之前是有偷偷看过，不过我觉得完全不影响接下来的观看，因为我觉得我在看到他们这个影片的时候，我还是依然的很激动，心里很澎湃。Let's get it。第一个出来的是，我的本命。我觉得田佑国的声音真的就是开口跪，我都可以。天，这个回眸真的绝了。我最近特别喜欢成都，因为我觉得他不仅跳舞跳得好，唱歌也很好听，然后很有魅力。
飲みたいな。そしてまた get stronger。会いたいなんだろう。答えがもうそこにあるなら、すぐ知りたい。I'm breaking down so in the night。光が見えるどんな時代をさえも裁く。乗り越えるんだ未来さえも。我觉得现在防弹走的那些风格都是就是很甜的风格，那么我这一支 reaction 就到这里，可能我没有多大反应，因为我已经看了太多太多遍了，说实话可能已经有30遍了。他们当时7月2号那天晚上一出来，我就在油管上面起码刷了10多遍。因为我忍不到，你说叫我录一个 reaction 我回家录，我就要再等一个星期，但是我真的就是做不到啊，做不到。我就就提前先看 OK，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你有一点点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可以订阅、留言、评论、点赞。欢迎到油管还有 B 站、微博上面找我玩哦。안녕여러분。